如果见佛闻法就没难了，地狱里面有没有见佛闻法的？有，太稀少了。啊，那真正是在做人的时候。 积了大功大德，做了大善事，啊，临终一念错了，堕地狱了，啊，一个错误啊，堕地狱了，虽堕地狱。 善根福德的种子，力量很大了，所以在地狱里面也能见到佛菩萨，啊，也能够见佛闻法。菩萨在地狱教化众生，大家都知道叫地藏菩萨。 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，地藏菩萨很多很多啊！一切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如果他有与他有缘的人，都在地狱里。 啊，那一念忏悔的心才动，承认我错了。这个信息立刻就传遍虚空法界。啊，度遍法界嘛。啊，佛菩萨都知道了，一直到自然的反应。 在地狱，这个有缘众生面前就现身，现的身都叫地藏菩萨啊，所以地藏菩萨是通名，不是别名啊，都叫做地藏菩萨，慈悲到了极处啊，他来帮助你。 到哪一道去呢？当然，最好的是到人道。啊，为什么？人道见佛闻法的机会最多，其他的道友不多，人道的缘最多，所以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 啊，佛没有说天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他偏偏说人生难得。人生之可贵，就是人容易觉悟，容易生净土。 见人的生活太好了，乐多苦少啊，不想修行，不想往生，啊，他对他的生活环境留恋，舍不得离开，卧道里面太苦。 把求出离的心、求往生的心
都忘得干干净净。佛菩萨在他面前现身提醒他，他都记不起来。啊，所以六道里头，以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，六道里头只有人道。啊，其他的道都是现菩萨身、现声闻身。啊，与一切众生现同类身，这最多的。啊，现佛身只有在人道。这些现象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，那就是人道虽然辛苦，人道能解决问题，只要觉悟啊。那要想真觉悟，真觉悟你都放下，障碍你觉悟是哪些东西啊？障碍你觉悟最严重的是自私自利，是名闻利养，是贪嗔痴慢啊！外面呢是五欲六尘。破迷开悟，最好的方法是学习经教。学习经教最好的方法是讲经教学。你看，十方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，没有一个不是从这一道出生的。啊，讲经教学，确确实实自利利他了。天天讲经教学，你就不会被外界的一切众缘所干扰，你能保住自己，不受外界影响啊，你才能得定，你才能开慧，你才能证果。啊，凡是会受外面境界影响，你不能成就。啊，做再多的好事，都还是在六道，脱离不了六道。脱离不了六道，就等于你这一生空过了，白过了，一丝毫成就都没有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，每一天晚课，我们做反省、做忏悔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？我今天有没有被境界干扰？
我想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。如果想到这个问题，自己就会恐怖啊。为什么？没有长进啊，天天空过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别人赞叹你几句，哎，很高兴，你被他影响了。别人回报你，你就生气。你怎么一点都不能做主？随着外头境界转，这是轮回呀。天天在搞轮回，轮回心造轮回业，后头的果报就是轮回，太可怕了。你不了解世事环境啊，你的警觉心提不起来。啊，很多人都知道刘素云居士的成就，他没别的长处，他警觉性高，啊，他那个缘也很殊胜，他得红斑狼疮，比癌症还严重，医生告诉他，你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，让他心里还有准备。这个缘好啊，他有高度的警觉，一天到晚二六十钟就一句佛号，念不无量寿经，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放下了，他的成就就这么成就。决定不受外界干扰啊！顺境逆境善缘恶缘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所有一切之见，就是一部无量寿经。十年他成就了，我们今天连一天都做不到啊！啊，我能不能不受外面干扰呢？不受外面干扰这桩事情，不怪别人，完全是自己的事情。啊，人家来赞叹你，赞美你，恭敬你，哎，阿弥陀佛。人家来骂你，侮辱你，羞辱你，阿弥陀佛。我不受他干扰啊，我通通是阿弥陀佛啊，我真的是阿弥陀佛。看到善人，阿弥陀佛，真阿弥陀佛；看到恶人，真的阿弥陀佛，不是假的。你就成佛了。没有怨恨心，没有欢喜心啊，那个真欢喜，那个欢喜是法喜充满啊。骂你，侮辱你，害你，都是阿弥陀佛，欢欢喜喜。没有受到丝毫伤害啊。
啊，纵然拿着刀枪把我杀掉了，阿弥陀佛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。